首先进场的选手，恶魔卡斯亚。还是本地的舞剧剧人师的首席恶魔师傅，希望你来及时来我们提供大师的掌声。此场比赛乃初代 NPW 无差别级冠军战，有请 NPW 荣誉顾问大执行人上场宣读。诏书：中华民国101年2月18号，圣者为王大会，由 NPW 官方认证之 NPW 初代无差别冠军腰带决定战，挑战者恶魔卡斯亚与亚洲热浪阿亚狗。本赛事为60分钟一决胜负。顾问大师：中华民国101年2月18日。
都我们的王队长，我们一起加油！
元和选手针对这边对他的腰部连续的重击。
军，这个相当痛苦的代理战将。什么呀？走。好，比赛这边，还是保安队好。来，看一下选手，将海洋的选手举起，继续的给予攻击。是我们将带来最高的。
是呀，居然撑过来了。难道这个腰带有这么大的魔力吗？我是他的安诺，我是他的安诺。腰软肌，他是呀，求生的地方相当暴力。起来呀！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要选择把握最后的机会，要十分。